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言。在2019年呢，华为发布了全新的智慧屏 V 系列，作为全场景智慧化战略的核心，家庭场景下的主要入口，它打通了手机、平板、音响以及 IoT 智能生态连接，实现了多个设备之间跨屏浏览协同运作，并且呢，获得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认可。当然了，华为希望呢，打造的是一款体验更加极致的产品。全新发布的智慧屏 X65， 智慧屏领域的顶级旗舰产品，在设计、交互、音画、体验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。华为智慧屏 X65 呢，采用了全新一代的65寸 4K OLED 120赫兹高刷新率面板，支持10比特色深，98%的 DCI-P3 色域覆盖，平均 DTE 小于 1.5。HDR 的峰值亮度最高可以达到1000尼特，内置 MEMC 动态插帧技术，配合1毫秒的超低响应，以及自主研发的鸿鹄 AI 画质引擎，14个喇叭全屏发声阵列，搭配华为 Hisense 专业音效算法，为用户带来无与伦比的全方位震撼体验。咱们可以一起感受一下。120帧的高清画质的确能够带来不同凡响的视觉盛宴，而新一代的 OLED 面板呢，呈现的画面通透而且更加细腻。14个喇叭组成的声场啊，高音呢清澈饱满，低音澎湃有力，在声音方面的临场感非常的突出。色彩方面，华为智慧屏 X65 呢，基于鸿鹄智慧芯片的精准色彩管理能力，可以自动匹配片源的图线标准，同时呢，配合专业的大师模式，调节多项显示参数，满足图片、影音、网络浏览等广泛的需求。另外，这款机器呢，还通过了德国莱茵的护眼认证，是首个通过该认证的大屏设备。全程 DC 调光，配合环境光传感器自适应调节屏幕，能够减少长时间观看带来的疲劳感。在交互层面呢，这一次华为的智慧屏 X65 进一步升级，首先是 Smart Bar 上面的 6Mac 拾音阵列，能够准确地识别5米范围内的人声信息，可以和语音助手连续对话。智能家居控制，通过声纹智能识别用户的性别、年龄特征，更精准地推荐合适的内容。在 6Mac 拾音阵列下面是一颗2400万像素的 AI 超广角摄像头，能够实现最高 1080p 的高清视频通话， WeLink 多方视频通话应用，用户呢可以享受最高100人的视频通话。 AI 健身当中啊，在自研海思双 NPU 芯片的加持下，实时识别和追踪人体的骨骼关节点，并进行人脸锁定，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会被其他人打扰，从而导致失焦的问题。通过呢摄像头采集信息，还支持多种隔空手势。智能回看功能，开启智慧屏呢，会监测用户的观影状态，当用户离开屏幕啊，记录当前的观影进度，用户返回的时候呢，询问是否继续播放，手机、平板、智慧屏之间协同工作，智慧跨屏。智慧控屏2.0呢，支持将智慧屏上的全部内容啊克隆到手机屏幕上，用户呢通过手机可以实现全界面的触控，包括智慧屏中的第三方应用。手机端呢还可以作为文字输入的入口，这就避免了以前我们用遥控器在电视上输入的那个麻烦劲儿了。另外呢，智慧屏还可以浏览其他终端的文件内容。触控遥控器呢内置 NFC 标签，不受限于 WiFi 环境，只需要将华为手机与遥控器轻轻一碰，即可快速地将手机的音频、视频内容投到智慧屏上与家人分享。智慧屏 X65 呢，还支持2个手机双路镜像投屏，100毫秒以内的延迟，左右屏幕内容呢还可以对调独立运行。内容方面，华为智慧屏 X65 内置了华为视频、优酷酷喵、芒果 TV、
腾讯极光 TV 四大主流视频平台，拥有海量的内容资源，与喜马拉雅、蜻蜓 FM 等多个主流音频平台深度合作，可以直接收听各平台的优质内容。华为终端登录同一个华为账号，各设备的收藏夹内容呢，播放记录都可以自动同步过来。因视频内容啊，均支持跨设备的断点续播，不需要用户再手动调整。近几年，纵观整个家用大屏领域啊，消费者呢对于其认知深刻的同时呢，也在逐渐肯定其家用大屏的实用性。华为智慧屏 X65 呢，作为全新的旗舰产品，其背后呢是一系列的科技成果的集中体现。这些都离不开华为多年持续研发投入和以影音娱乐中心、智慧交互中心、跨屏体验中心和 IoT 控制中心这一加三中心为核心的智慧屏战略。在影音娱乐中心这个一的基础上啊，其余的三则是华为智慧屏有别于市面上其他产品的独特之处，也是其核心竞争力。在生活当中呢，除了以手机为代表的个体之外啊，华为智慧屏呢还希望打造成为家庭的情感中继。当然了，它不仅仅是一块屏幕，在未来随着生态布局的逐步成熟，这或许呢是联系你和家人之间的亲情纽带，并且是有温度的智慧核心。